李敏镐呢，这次秘密来台湾，但虽然说是秘密，不过呢，大家消息都很灵通，机场有200多人接机。好，录一下，好，再卡在平行，再卡在平行。让韩国的道明寺李敏镐驾到啦！他今天第四度来台拍摄中国服饰广告，虽然是秘密行程，但官网早就公布了啦。不少粉丝说翘课请假也要去接机。果然，非假日的今天吸引约200多位台妹接机。那你去吃吧。25岁的他以韩版《流星花园》在台走红，之后的《城市猎人》收视成绩也不俗，让他在台湾人气更上一层楼。就曾因广告代言、举办见面会等，半年内来台3次。这次他暌违3年才来，依旧有这么多的粉丝力挺，让他下飞机后一路得意的笑。对粉丝也是握手收礼，来者不拒。他预定在台停留3天2夜，至于拍广告行程则是保密到家。苹果娱乐新闻 Olay Money 内容报道。